只狼真新手教程，赤鬼怎么打。只狼我打了8个小时，刚过了赤鬼，也就是第二个精英怪，成就感满满，分享点经验给那些想玩只狼却不敢尝试的同学。现在各位看到的背景视频是我打游戏的录屏，我用 PS5 玩的，没用修改器，没逃课，也没用无赖打法，因为那些打法没意思。我拿赤鬼举例子，可以站在墙头砍 boss 的头， boss 够不到你，你可以一刀一刀的也能过，但是这种方式太无聊了。我之前也看到有人说硬砍，说赤鬼砍了2个小时，这种笨方法也不可取。我认为正确的打法是先忍杀拿一血，然后再用吹火筒打赤鬼，几下几分钟就可以了结，这才是正确的打法。但是很多新手会遇到很多问题，我就是，比如吹火筒怎么拿，哦，要去3年前拿，那怎么去3年前，哦，得先得到铃铛，那铃铛在哪，一个盲人老太太，那拿到铃铛怎么弄呢，要放到鬼佛旁边那个佛龛里，那鬼佛又是谁，完全不记得了。回到了3年前，吹火筒又在哪，有一个3排的宅院，最里边的那排有个火堆，那里边有很多人，新手很难打，一般第一次就是靠抢，抢完就跑。那吹火筒得到了怎么用，那还要到鬼佛那儿给你安装。其实这都是体验关的教程。我终于拿到了吹火筒，可以去打赤鬼了，发现燃烧了一次之后吹火筒变灰色了，不能用了。后来还是我闺女告诉我，纸人不够了，最多只能拿15个纸人，每次吹火要用3个纸人，一共能烧5次。然后准备好纸人，我又去打赤鬼，结果发现只剩下1个油，又死了。于是又开始找油，找来找去发现只有在抢吹火筒的那个地方，有很多人有火堆的那个地方才有油。于是又得想办法把这排院子清理干净，又费了半天劲。最后有了吹火筒、纸人，拿了4瓶油、2个葫芦种子、3个药丸，还有2次生命重生，准备充分之后可以去打赤鬼了。那赤鬼怎么打啊？首先得想办法绕到赤鬼的身后，先拿一血忍杀，然后喷油点火上去砍5刀，然后跳着躲，再找到机会喷油点火再砍5刀，几个来回就过了。下面再说说只狼其他的地方啊，比如我玩只狼好像2个小时了，我还不知道长按方块是吸收钱和素材，也没人告诉我，或者说我没详细看说明，错过了不少钱和素材。还有游戏初期可以得到4个道具，鞭炮、吹火筒、手里剑还有斧头，如果你觉得拿这些道具都有难度，那说明练的还不够，这都是体验关。下面说说游戏的技能系统，这个技能点是随着你清兵打怪，相当于经验值越涨越多。我先解锁的是石破，用来打长枪兵用的，我在千兵卫那块练了半天，每次都能石破成功，但是遇到长枪的那个精英 boss 必死，后来我都不敢尝试了。但是我在赤鬼旁边那个长枪兵那里第一次识破成功，信心倍增。现在我感觉只狼这种魂游戏挺好玩的，如果手残，解决办法那就是多玩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，那就上网多看看攻略，多尝试多玩。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玩不进去呢？我感觉啊，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把胜利通关奖励作为正反馈，让我们一路玩一路爽，就像神秘海域4还有使命召唤19-20的剧情模式，这种游戏难度低，很容易得到正反馈，让人身心愉悦往下走，像看电影一样。但只狼这种游戏正好相反，它把大量的失败作为游戏体验的一部分，被 boss 一刀死很正常。我最悲催的一幕是身为只狼在墙角被2只狼几个杂兵围着打，远处还有火箭。现在想想玩只狼这种魂游戏，玩家不能心浮气躁，不能急功近利，更不能生气，不能冲动，这是游戏，失败了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游戏的问题。我们玩家要静下心，仔细观察，动动脑筋，多尝试，别冲动。有时候要攻击，但听见咚的一声的时候立刻停止攻击，什么时候跳，什么时候躲，什么时候格挡，都是有讲究的，千万不能错。我感觉只狼这种魂游戏，它的游戏设定就是让玩家最好是一点血都不损失，一刀都不能被砍中，最好是这样，要不然他也不能被 boss 一刀砍死，或者砍得剩不点血。加血也是有限制的，葫芦种子也是有限制的，重生也是有限制的，
所以说我们在玩的时候尽量争取一刀不被砍，要不就完美格挡，要不就挡住，要不就躲，要不就跳，不能被砍中，要保持这个信念。游戏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玩家本着满分过关的，而不是50分过关或者60分过关，最低估计也得98分过关，这是我的理解啊。不同的 BOSS 有不同的弱点，找到 BOSS 适合的打法才能事半功倍。我现在打了8个小时了，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，我现在并没觉得不好意思，死了就死了，重来就好了，先摸清游戏系统，慢慢玩就是了，慢慢体验过程而不是追求那个结果。